想偷袭没砸到。看见红光反绕翻回来，现在静下心来想一想，他还有技能没有用，所以他一定会闪现。我觉得现在坏了，有涛哥反跳，稳住呀！好 ，OB OB OB 血小 OB， 好啊，死得好！想打棍子点成雪球了。
涛喽，太太。好好好，你们这对卧龙凤雏。闪现好了，预判闪现。啊，坏了，落地刀。好，有请我们的最强前锋登场。怎么给你脸给多了？可以看出我们的前锋确实是拉了坨大的，杰克甚至还相信他开了金身。接下来是古神登场，轻轻松松吃一发误认。云门，好，解擦。然后古神累了，躺地上休息一会儿。然后前锋越战越勇，还是拉了坨大的。特别感谢各位大厨带来的丰富盛宴，让我扣了7分。